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低头安静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啊，你从各地各方召我们来到你殿堂，来这里敬拜你。若不是你主让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啊的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，我们今天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今天断不能啊如此的来到你的殿堂，来这里敬拜你。我们求主啊悦纳我们待会的敬拜，无论是我们的诗歌、我们的祷告，都求主如同馨香的祭到达你的面前啊，你的众天使悦纳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的敬拜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下面啊，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诗歌。我们要唱的第一首诗歌是《我的心》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是领取蒙恩的人，是神怜悯的爱和无尽的恩典，使我们的远离过犯，让我们口唱心和的用歌声来歌颂我们的神。Yeah.
看见神是完全圣洁的，人不能够达到神完美的标准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献立下来，向神承认我们的罪，神已经赐给我们美好的救恩，我们能够从罪回转过来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Yeah.
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你手边沙落了一地。
耶稣，感谢你给我们如此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向你来祷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所以你让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担当我们的劳苦重担，而你又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使我们从耶稣得到平安和喜乐，让我们从苦难中得安慰，使我们从伤痛中得医治。求你让我们得以没有恐惧，坦然地来到你的宝座前，为我们自己、亲人和朋友献上祷告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，怜悯我们的需要。以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，今天的经文比较长，我们就只念这六节。那我们用台上台下一起的方式，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21节念到26节。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。”